朕就要亲征了，中外卿还有何事要？今日就都说完吧。 什么情况？回皇上，我们南下商队在晋阳关外遭到了劫杀，晋阳太守得知商队遇难后，便派了2000晋阳守军进入北漠境内，想要搜救商队失散人员，可没想到鞑子发现了我们的军队，就在晋阳北70里与我们展开了激战。 由于说风兵力悬殊，不要紧，慢慢说。我军损失惨重，只剩下十余人，十余人，卑职便是侥幸活下来的一人。卑职接到命令时，便快马加鞭给皇上报。我看看，快带下去！来，十五个人，这样。北漠鞑子欺人太甚，朕终于有了出兵的理由。侍卫一事，范大人，皇上，下头颅檄文，朕要踏平北漠。是，皇上。 在跳嗨版三小天鹅啊！您这哪是天鹅呀，是鸭子吧？嘿，火上要去北漠亲征了，您不去送送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整个皇宫都知道了。这么快？嗯，齐生他为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生他凭什么这么快就走？齐生他怎么能这么快就走？ 人家还没有享受过几天呢，齐生他不能这么不负责任。啊，娘娘，齐生，应该是我们的皇上，可是赵王和九王他也出事了呀。北漠一事，你等心里都清楚了。鞑子欺人太甚，理当严惩不贷。是啊，一直说打不打的，这次也正好师出有名了。不过皇上是怎么想的？ 这次怎么把我给叫上了？朕要御驾亲征，想问问你们二人对此有什么看法？我们能有什么看法？皇上的决定向来都是很难改变。那好，朕要告诉你，朕不但要亲征，还有意让你们二人与朕一同北征，不知你们二人意下如何？能随皇上御驾亲征。 是沉地的荣耀。娘娘，咱们在这能等着人吗？来了。说正经事儿，皇上急着召见你跟赵王，可有要紧的事要说。
皇上确定要御驾亲征了，这我知道。皇上命我和赵王一同前往。赵王，赵王那根本就……小点声，绿莲，一会儿回去再哭。先听九王把话说完，啊。令人费解的是，你父亲张放依旧束手盛都，并未派去北征。 齐胜定是担心你会联合张家的势力趁北漠战乱起义，所以他把张家所有的兵力留在了圣都，让你失去所有的支持。事发突然，还有许多事情需要解决。鹏鹏，等我解决完所有的事情，再见你一面，可还方便？方便，我等你。 玉离啊，你哭可以，别这么损人行吗？娘娘，奴婢真是想不明白。您说皇上北征就北征，带着我们赵王这个累赘做什么呀？哎，齐胜啊，是对这两个兄弟不放心啊。与其把他们留在圣都，不如带在身边看着呀。玉离啊，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准备？ 要是敢在北漠找个野蛮女人，我就抓破他的脸！我不是说那个，齐胜这次带着他们两个出征啊，都不用亲自动手，仅是兵荒马乱就足以让他们朝不保夕了。我们都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。娘娘，皇上在圣都为您留下了自家人，看来他愿保的人。 只有您自己了。往好处想，齐胜是想给我身边留个可用之人，但是往坏处想，他这是要铲除我身边的势力啊，然后再将我和张家一举拿下。娘娘，那照您这么说，皇上是早就想好将咱们一网打尽了。是啊，我怎么就忘了呢？老天爷怎么可能让我好过呢？从我刚当了女人第一天起。 他就给我来了个措手不及，现在悔得我肠子都青了。我跟九王，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 CP 档，你说我怎么就偏偏中了齐胜的下怀呢？我发誓，我今后再也不会对齐胜有非分之想了。 你是谁？我要喊了！鹏鹏，是我。九王。鹏鹏不必紧张，我已经让杨言查探好了一切情况。 再帮我翻进来的，那就好。北漠的事我已经安排好了。你是怎么安排的？齐胜身为一国之君，不听群臣劝阻，执意北伐，导致国力消耗，民生积怨，更让自己身死疆场，这也算是罪己诏了。也就是说。 那个时候，齐胜已经……没错，我打算安排几个死士，趁着战乱，神不知鬼不觉地刺杀齐胜。这个方法真的可行吗？现在的形势也只能如此了。鹏鹏要谨记，一旦我那里成事，你就用此圣旨辅佐小皇子登基，你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太后。没想到。 九王竟为我做的如此周全。
你大可不必冒着如此风险，万一事情不成。若是不能成事，甚至事情败露，所有的罪责都怪在本王头上。鹏鹏，你大可放心。你为我做了这么多，我竟无以为报，我实在觉得亏欠你太多了。鹏鹏为什么要说这样的话？难道鹏鹏的心意已经变了？不然为何会说出亏欠二字？九王，我的心意不会再变了。即便是从前我有愧于你，但是从今往后，我一定遵守我们之间的约定。你为我所做的一切，我都谨记于心。我更清楚自己选择的方向和要走的路，请你放心吧。那好，还是那句话，只愿你永不负我。此次朕亲征北国，或许凶多吉少，万一朕回不来了，傲儿便理所当然继承皇位，而你便要辅佐傲儿。你放心，在我把权杖交给你之前，会替你把权柄上的金丝都除了。朕只想问你，你希望朕活着回来吗？我希望。小姑奶奶，我又不是不回来了。哎呀，不许你走！我去了又不是不回来了，我回来马上让皇后放人，好不好？再说，如果我回不来的话，你呸！不许说这种话，快蹦三下！
蹦三下。嗯。我呸呸呸！行了吗？再蹦三下。再蹦三下。嗯。我呸呸呸！还要蹦三下。还蹦三下。我呸呸呸！我呸呸呸！我呸呸呸！我呸。镇大军已经全部启程了，咱们不好再耽搁了。再等等。是。把这些衣服脱了穿，穿了脱的，您这是怎么了？我还没想好要不要去送齐生。那您到底是去还是不去啊？您是怎么想的？我觉得我不应该去，可是我的腿已经不听使唤了，不行，我要去。娘娘，衣服。想好要不要送你了？野外行军赶上雷雨天气，莫要骑在高头大马上。你个子高，头顶上的盔缨也比别人高半尺，雷公就喜欢捡你这样的皮。你慌慌张张的赶来，就是为了说这个？我还要祝皇上一路顺风，万事如意，旗开得胜，年年有余，马到成功。够了。此次朕走了，不知何时才能再见。你会舍不得朕吗？娘娘，
这两个字儿您都已经写得很好了，您实在无需再这么刻苦了。不行，今天晚上我必须要把这两个字给练好。自打皇上走后，您天天写他的名字，奴婢真的觉得你已经写得很好了呀。自打齐盛走后，我这心里不知道是悲还是喜，总觉得空落落的，也不知道自己应该干些什么。娘娘，你每天除了练字就是变着法的往太皇太后那儿跑，奴婢实在是觉得不正常，奴婢有点担心您。在这宫里要数齐盛和太皇太后关系最好，如果他写了一封家书什么的，肯定会写给太皇太后的，所以我才每天去缠着他老人家，想探探口风。娘娘，您看您都快魔怔了，要不我们想点别的事情做，转一下注意力。不行，我今天还要去趟圣宁宫，万一有消息了呢？自从圣儿走了以后，你就隔三差五地过来看望哀家，哀家真是没白疼你啊。无论皇上在不在，我都会跑过来在您跟前尽孝的。可哀家也知道你又要问哀家有没有消息了，对不对？哀家没有圣儿的消息，你呀，就是太过担心圣儿了。我也没想到现在会是这样的心情。太祖当年征战沙场，哀家也是独自一个人在后宫等待，你现在的心情哀家是明白的。我现在还能做点什么呢？你能做的就是把心装在肚子里。你身为皇后，不是寻常的女子，从你成为皇后的那天起，你就要知道总会有这么一天，皇帝驾崩，政局动荡，而你要学会独当一面。好了好了，哀家就是随口一说，凭我圣儿的本事，一定会率领我南下大军凯旋而归。是。你爹，你爹没在我这儿，要不你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姐姐，姐姐，别睡了，大事不好了，姐姐。哎呀，阿西吧！我今日回到府上，发现我爹、我大哥、二哥、三哥几人都不见了。问家里的人，家里人说他们是一同出去了，却不知道去了哪里。走多久了？我三个月前和灵儿回府了一次，总管说我爹染了风寒，不便见人，当时也没多想，我就走了。现在回想起来，我爹应该那个时候就已经走了。难道是九王把杨玉叫走去谋反了？不对，杨玉已经被削去了兵权，再说也不可能瞒着你啊。哎呀，真是细思极恐啊。会不会是你爹早已投靠了齐盛，现在也许正在北漠帮着齐盛打仗呢。我问你，你爹是怎么跟九王搞到一起的？就是我爹说想多认识一些我的朋友，便常常和我一起出席我跟九哥的活动，什么青楼啊、茶楼啊，他都去，他俩慢慢的也就熟了。呆子，你就九王这一个朋友吗？你爹这不明摆着要接近九王吗？姐姐，现在应该怎么办呢？九哥那儿又该怎么办呢？哎呀，姐姐，
这样吧，你先回去，我让灵儿回趟家，打探一下军中的状况。天。